小斧头，又炸了个动物巢。第四次被炸了，这就是。他在那个脚那边，下面吗？不是这边。今天那个这边海边的温度是15度，感觉有点点冷，不过继续吧，换衣服。这个鞋现在挂了一个星期还没有干，以前挂两三天，至少一个星期肯定干了。这个很厚的，然后这个有拉链的，就很方便脱啊，也不是很方便，比那个没有拉链的还方便。刚好哈，我刚发完信息你就到了。这种垫子，但这个是凯普拉的，就是它戳不穿的。哦，戳不穿，那个螃蟹戳不穿，就是刺啊什么的，那个就不容易戳穿，不容易戳穿的，因为它是那个可能比较密，就是防弹衣的那个材料嘛。看它可能那个线特别，就它的材质是凯普拉的嘛，就凯、就是那个凯普拉装甲的嘛，就不知道好不好用。一样的，对，你看，你这个是中号的是吧？还是短？我的小号吧，小号吗？穿小的。你不觉得这个夹脖子吗？我怎么穿这个之前没觉得脖子那么紧？会有一点，是吧？但还好，还行。有时候我上一次就会痒，脖子不知道有时候碰到什么，也不是每一次都不好。你刚才没拉，你现在没拉起来，我看见很松，我以为你买大了。没有，我拉了就比较那个。一号、二号，拉了比较紧，我就。那边还是很多，更多人。这个你确认是小号吗？你看一下后面，拉下来。拉箱，应该是在那里有那个吗？是吧？小吗？加小。应该是小，你那个你儿子在哪买？他高，好久没用 GoPro 拍了，因为 GoPro 这个 GoPro 出了点问题，卡机，然后现在而且也影响冲浪嘛，所以就好久都没用。今天想在最后试一下，如果这个。始终还有问题的，那我就推掉它用。今天感觉这个海浪非常滑，刚才我遇到一个朋友。在挖本，他也说今天是这个时间特别好。
一万，正好吧。哎。确定，然后浪峰的话在我的这边，然后想往这边，结果目击也有点问题。我们再来，好像今天浪真的不错。感觉很舒服，偶尔来一个。推飘过去了，现在一直在往外走。这边没怎么好像。晚了，有点晚。好了，没有没事，没问题。你看你看，你看，哇靠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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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真的是毁掉了。刚刚我们俩撞到一起了，然后他的板刮了一条很深的很，哎呀，那个尾鳍啊，很厉害的。所以，从那的话，基本上无危，比较安全，危险不多。但是被板跟尾鳍刮的话，或者被整个板这样横着打，这浪的力量很大，打的话就有时候会受伤。如果尾鳍刮到的话，会受比较重的伤。抓得动啊！哪里又抓个动物手？第四次，第四次被抓了，就这次，还是有点疼的。如果不在冰水里的吗？用这边，它在那个脚那边，下面吗？不是这边。还好，能不能出去？再来。找不到了是吧？找不到了，刚才还有血。你那个血可能找到那个？看不到，太多沙了。这，就是这。可不是吧？看不出来了。你这个挺好的，这个、比我的好多了。这个也是五毫米的。我的，你看我感觉很快了。你这已经翘一年了吧？那这个翘了吗？是不是一年了已经？对啊。刚，然后你这个这一块，你看，哦，我的也有，但你这个连起来了。没事，这个差不多。我现在挂了一个礼拜，里面还没干透，还湿的。以前可能现在天气冷潮湿一点，没那么干。感觉脚下还踩到个软绵绵的东西，可能是鱿鱼啊、海蜇、stingray 各种可能。等那个浪把我给推开，其实那时候还是要拍的，还要拍的，拍到他刚推起来，这时候就不要了。
起来挺好的。就是切不过去，然后接着后来浪又跑过来，把我给弄倒了。可以想象啊，要坚持看完一个初学者的冲浪视频是多么的痛苦哈、不过如果你看到了现在的话，那说明你是真的喜欢冲浪，或者说你也想尝试一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，这样的话你可以一直看到我的变化，我冲浪的过程。谢谢你，拜拜。